三线哈、哦，是他的脖子，而、这个三呢，他的身体。蓝屿乡公所将推动部落深度旅游，为了加强部落导览员的专业技能，选择高雄茂林区进行观光导览学习对象。因为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蓝屿乡也正在推行哈这个观光的一些事务，所以在还没有实施之前，希望能够哈从这个解说员当中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训练。我们目前所规划的路线就是有从我们大门口进来，那个就做一系列的介绍，包括我们有紫斑蝶的一个紫蝶幽谷，然后顺着我们这一条一三二线的道路的两边，像到情人谷、茂林谷，然后到我们的多纳高吊桥啊、小长城啊，然后一直到多纳部落的一个巡礼。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、四点，妹妹背着洋娃娃。来乡参访团沿着茂林区热门景点，从带团食物跟时间掌控，一一跟茂林导览员交换意见，提到在地导览重要性，可以避免部落人文地貌被外来导览员曲解和误导。因为我也很不喜欢每次是由汉人，就是有别人来介绍我们的部落，那每次听他们在介绍的时候呢，有很多时候其实根本就是乱说的，所以我自己听了，我自己也会觉得很难过或觉得生气，所以我是希望说介绍给大家我的部落，然后把真正部落的文化介绍给大家听。蓝屿乡未来将规划四条观光路线，包括在地农业、手工艺品、排湾族文化及旧部落巡礼，渴望部落观光可以带来乡内经济效益。记者报道，高雄茂林采访报道。